有点小烦，说实话。我不是救星，我是杀神。放定了我的心，要分分真真。是你多么你你你诺诺。死了呀！这些人就是菜的要死，这些人的解释。但他就是人，给我搞得很难受。因为杀得太慢了。杰斯康他弄丑的，等有机会对面抢弄丑了，你看我杰斯是怎么压人的啊、哦？太菜了，这些杰斯。掉了。太菜了。但是为女神类都不出相位，只玩上的，只玩对线。他变形态的时候，我可以直接开机炮了。只能打打炮了，啥也干不了了呀，兄弟。狼群已经到你门口了。队友有所不着急的，慢慢玩。
见证帝国的末日。您死了，他有这么有钱吗？心石真你妈便宜啊，他这都能心石啊，93个刀也能心石啊，牛逼的。我操！有眼吗？王座我不感兴趣，砍碎它才让我兴奋。爆赢了是吧？没有那么稳。拆了拆了拆了，18分钟不拆干啥？这想什么呀？18分钟包拆的呀，马上就可以大龙了，他妈还要的。真的好想笑啊，姚伦，姚伦全给你灭了。不是救星，我是杀神。还有更多暴君要杀。我的狼群渴望皇室。嗯。坏，要记兄弟。说实话，这把真不好赢，玩的好浪。这火男是个懒子的，我跟你们讲。啊，没有团给这个火男打。他们这也敢打他，老大飞机，哎呀，没飞到。
他发育肯定好玩，男枪不来搞他，男枪就搞了他一波，他随便发育的，他打我打我打不过我，但是他肯定能发育的，而且他吃了好几个赏金，吃了我个一千，吃了卢香的一千，两千了这就，还有个男枪的赏金。不是这泰坦他妈这也能勾空啊，我可能不会玩，一看就不是打中的，守边线都不会。搞得我要毙了。哎。